春吃两汤，感冒不饶。一、黄芪姜枣防风茶，取黄芪30克，生姜6克，防风10克，大枣10克，苏叶12克，煎汤当茶饮。本方具有益气散寒、驱风防感作用，春天常饮具有良好的预防感冒作用，适宜于老年人、小孩和体虚者。二、太子参黄精荷叶茶，太子参30克，黄精15克，荷叶15克，白芷10克，冠中12克。将上述药品洗净，用纱布包扎，与粳米一起煮粥食用，具有良好的益气养肺、防治流感作用，适宜于体虚者预防感冒调养用。